他比你更糟吗？没有啊。嗯。他比我好啊。哦哦，所以那你今天咬字，因为像上次黄淑君老师有讲，你讲不知道他就破功了，你知道，你不要把我们的那个美梦戳破，好好唱、啊、好不好，在这边也是向这个在南方的张宇老师一鞠躬，好好好把他的替身唱好，欢迎夏正峰你唱。一看到夏正峰总是让人微笑，这就是他的迷人之处，但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最喜欢唱歌的，是太脏了。没错，这就是他最致命的缺点。我平时讲话就含糊不清，很多人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，所以我很怕我唱歌的时候也没有人听得懂。我都会自己把歌声录下来听听看，听哪些咬字不对，再加强练习。怎么办？连我自己都听不懂。为了让自己的发音标准，正峰开始每天练习。只告诉自己。只告诉自己。只告诉自己。告诉。告诉。相信正峰在女友的帮助之下，发音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哦。知道那是他最爱的颜色，我知道那是他的愈合，我知道这是不会停的疤痕，我在等等你忘了那个人，我知道温柔真的需要天分，我知道我的最大可能，我知道这是不会停的疤痕，我在等等你忘了那个人，他一定曾经让你如此天堂，才值得你到现在念念不忘，你不懂你瞒不是我的罪伤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嘴巴怎么了？讲不哭话？咬到？咬到？因为他很努力在咬字，所以会咬到舌头吗？还是嘴唇？还是旁边的肉？舌头和那个嘴唇都咬到了。唱到哪个字的时候咬到的？为难呐、啊？为难怎么会去咬到？为难应该牙齿不太会出来啊。为那个难，就很难吗？难的。为什么因为难只会让我有爱你有罪？哦，难。他舌头比较厚，比较大，退的比较慢，然后牙齿就咬下去了哈。在唱歌过程中，你第一句我就看到中间三位评审已经这样一直在笑哈。David 老师，你在跟他们笑什么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哈，我知道了哇。知道什么？我上次不是一直说他唱那个知道是，所以他第一句说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觉得那个对很准，然后嗯，我其他的没有那么准了，但那个知道是很非常的准，然后 OK 吗？黄淑君老师，对，我一刚开始他说我知道，我们就笑成一片了。因为怕你挑啊，不过他真的很认真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不错，我今天应该可以给他过关了。他就一直我知道，然后就很认真，对。可是唱到那个副歌说，我只能破功，马上又只能。他只记得知道，他只能就不记得了，就我只能。我只能为自己找个地方，你的泪，你的谎，我都不敢。那他的表演那个太厉害了吧，中间突然间来一个你 touch 到我告诉你啊，那恭喜你啊，夏振峰，谢谢。接下来狐狸请出列，你的第一张专辑跟大家介绍一下 Coco。 哇， Coco 又出现了，这每一次想你，而且听说买好像也是这个就是花了不少时间存钱是吗？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九十年代末吧，嗯嗯，就是正版的 CD 碟很贵，嗯，在我们那样的就是二三线的城市，嗯哼，对，很贵，而且也很难买到。那个时候一张要多少钱啊？那个时候一张大概要35块到40块左右。哦，那如果是换算成台币，差不多160-170块。那但是在这个台湾，我们一张专辑是330，后来到350都有。哇。对，所以其实对学生来说真的是蛮辛苦的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买到这张你觉得真的是很值得，很值得，因为这一张唱片其实在 Coco 他。